这么污秽的书，哀家已经全部收回了，并且全部焚烧。还有，书里面的两个人黄风将军和张子义主，已经杖毙。啊！什么？他们被杖毙了？你个混蛋，谁让你跟我这么说话的？给我张嘴！ 是我出的，有什么事冲我来就好了。你现在承认了是吧？你到底要让哀家为你操心成什么样子，你才能满意呢？为了一个男人跳河，醒来后疯疯癫癫，把整个天宫搞得乌烟瘴气，又擅自把早朝给取消了，现在又整这些污秽的书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 难道你是真的要搞得我们朝纲大乱吗？取消早朝是我的错，出杂志也是我的错，所有事情都是我的错。那你惩罚我一个人好了，为什么要杖毙两个人，还打他？那两个人扰乱国纲，在后宫污秽，所以哀家没有株连九族就已经不错了。张子义主。 难道和您一点血缘都没有吗？您株连呐？难不成您把自己也给株连了？你这个贱人，给我打，狠狠的打，往死里给我打！你是暴君，杀人犯！我是杀人犯，你才是真正的杀人犯！如果你不在后宫闹，不兴风作浪，他们怎么会死？ 他们的死就是因为你。从今日起，哀家要限制王权。天印呢？给我拿回来。 天后，哎呀，天后，天后，不要再做打天后了！你这是为啥呀？这个天气这么不开的吗？啊，还好天爵在我们来呀！哎呦，快走，快走，快！赶紧，就往天后。哎呀，我们这个天还挺深的呀，这太火了！你万一掉下去怎么弄啊？我们还得来救你！哎呀，你说，我们不。 雅公，天爵，您怎么起这么早？你这是要去哪儿？我要去祭拜一下老家的亲戚。那就去吧。是。等一下。 拿伞去吧。那么大的雨，您怎么办？没事，我要哭太久。
哎，你们呢，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。不过可千万别觉得自己命苦。你们看看我，我可是要一个人孤苦伶仃住在这个宫里一辈子了。亲戚啊，嗯，三角恋，你不是啊？请赵主自重。嗯，风大人，您当初教会了我那么多武功，在宫里又照顾我，既是我的亲人，又是我的朋友。徒儿来晚了，徒儿，原来是师傅啊。教会了我那么多武功，既是我的朋友，又是我的师父。徒儿来晚了，徒儿这就来给你磕头了，希望您不要怪罪徒儿。徒儿没用，在宫里面地位低，救不了您。好了，你活得高兴点儿，他们才会高兴啊。赵主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奴才实在不便与您交流，还请您离开。那我们改天换一个地方做深入交流，来我宫里，我们好好聊一聊。赵主，请您对王者有一点最起码的尊重好吗？呦，我就知道你会想歪了。我说的是暗角。哼哼，再见，我走了，改天见。什么东西啊！臭丫头，害我都快被你弄哭了。董一，你怎么活得那么失败？美人是在借酒消愁吗？啊！你说他们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啊？他们会不会找我呀？大家都知道不是您干的，又何必耿耿于怀呢？那他知道吗？你说天爵啊？这样吧，我陪你喝一杯，一醉方休。好，来。天色已晚，今日非领主侍寝之日，还望领主回宫。哦，也好，让天后早点休息吧。
干啥？天后，您该戒酒了，您的身体还在抱恙。我杀人了，八哥，杀人了。发生了那么大的事儿，他还好吧？哎，我在他身边就好了。少喝点吧。他该有多自责。去把我的琴拿来。帝后已经禁止您。拿来。是。是天爵的琴声。我以为熟悉了很久，你在我心上来来往往，这几年原来我们原来所有都还是陌生。怎么我的身体、眼睛和眼泪都好像不是我的？天后一定是累了，早点休息吧。
我好像听到过这个琴声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的心会疼？眼泪、呼吸、心跳，好像完全都不是我的。难道是梦游？好好睡吧。
不要告诉他。希望天爵以后有事吩咐奴才，不要再随便出入天明宫了。您终于用左手了。祝福你，亲爱的。